方式的花莲女郎。也看到了县长跟是非常重要的盛事。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有了两位神秘嘉宾，中间的画面。好，现在想欢迎你。我们知道李可白呢对吃也是非常有兴趣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可以说是足迹纵横南北。端午节，南部粽、北部粽跟我们中部有什么不同？因为像南部粽，它就是把全部的材料生米，然后直接包起来煮嘛。那北部的话，就是先把料炒过之后再蒸。但我自己是特爱中部粽，因为我妈也很爱包那个肉粽，然后中部粽就是先把糯米泡过，所以我觉得它糯米就是软 Q 软 Q。而且我真的特爱吃中部粽，我有一次就是一整天吃了三颗，然后我就送急诊，太多了。你就是没有吃福星农会做的粽。因为是糯米的盛产地，真的。好，谢谢我们总干事哦。那当然呢，刚刚我们听到他讲了这么多好吃的美食哦。县长，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这个是超过40年遵循服务法的龙王记，这个很重要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龙王记这是我们跟别的地方龙舟赛最大不一样，我们是有历史的哈。对。那龙王记因为过去我们端午节都在五月，那五月呢，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，所以当时呢，在这些什么病啊、瘟疫啊什么就很多，所以又称造毒月。对。那所以说我们呢，这个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要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时间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请下二、三，好。5月22到6月24号，那在鹿港有举办庆端阳，除了有46年的一个历史的庆端阳，今年呢重磅回归，我们用夜间龙舟赛。那鹿港本身是个开放式的博物馆，包括我们的文武庙、龙山寺，还有公会堂，以及呢桂华巷艺术村等等的地方，都有一系列在地的一个活动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的这个观光工厂在彰滨工业区里面也有呢4个观光工厂随大家来玩。那欢迎大家有6月22到6月24号一起来鹿港共享我们端午节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呢有好多个地方哦，包括我们的二林芳苑呐，包括我们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景点田尾啦，也欢迎大家利用我们连续假期在彰化多待几天就对了。等一下。